好，我们看这个例子。这个例子哈，这个图哈是什么呢？是那个某个实验室哈，它的那个果蝇的成长率啊。哦，就是说一开始的话哈，它的成长率比较慢嘛。它在中间的时候呢，它成长率就特别快。它跑到这里来的话，几乎就没有成长。好，那么它第一个哈，它要你问说哈，这个呢，就是说哈，在这个。他问你说哈，第一个哈，他问你说哈，求这个什么呢？第23天啊，哦，第23天到第50天，到第50天，哦，这第50天哈跟45天哈，这个什么几乎没有成长了，哦，几乎没有成长，它的平均成长率是多少？那它的平均成长率哈，这个是就是德塔 P 啊。这个是德塔 T， 哦，就是说它的数量，啊，这个果蝇的数量啊，这是时间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第50天，它的什么哈？它的第50天哈，它的数量，啊，扣掉呢，第23天的数量，哦，果蝇的数量，啊，除以50哈，减掉23，那第50天哈。跟那个第45天差不多是一样的，都是340，哦，340，减掉多少？第23天的时候，它数量是150，哦，150啊，啊，除以多少？除以50哈，减掉23，哦，就说这个了哈，这个哈，啊，除上这个了，那大概是多少哈？大概的话呢，我们把它算一下的话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340减掉150啊，190啊，190，啊这是7嘛，27，好，那把它算一下的话哈，这是190啊，啊除上呢这个27。大概是多少呢？这是等于7.037多了。哦，这个是7.037，点点点。所以大约是多少呢？大概是7.04。哦，也就是说哈，平均而言的话哈，每天的话哈，大概增加呢七只多了。哦，那个苍蝇哈，果蝇的哈。每天大概增加七只多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他是说哈，那他底下哈，他就说哈，他就从这个图的话哈，我们来看看说，在第23天那一天哈，他的呢那个什么呢，那个呢，瞬间成长率哈，大概是多少？那我们就列个表，你这 Q 的话哈，就慢慢的靠近什么呢？靠近 P 这一点。哦，从45哈，这是从45，这里是23嘛，从45到40到35到30，哦，他都把它列出来，哦，这上面呢都有数值啊，都把它列出来，列出来的话呢就一直算一直算，那，啊，你到达30的话哈，大概什么呢？大概在这里，啊，你30的时候大概在这里嘛，啊，这个的话你一画的话几乎是一条直线。哦，那几乎自己啊，直线的话，所以就会想靠近什么呢？靠近它的瞬时变化率，哦，就是说瞬时成长率啊。所以大概什么呢？你到30的时候，它这个平均成长率跟瞬时成长率就差不多一样。